灵魂提取。底部。晚花，一个小时，晚花头皮上比较很清爽吧。嗯。那这样的是无用的。嗯。刮痧头部的。几个。我这是有啥问题的吗？你这个是挺好的。啊，是吗？嗯。你这样淋巴很多吗？哦。你这样轻轻的安抚。我都起鸡皮疙瘩了。嗯。这个阴差。哦，他们说有一家有名的，就说话没事吧？没事。嗯，血液循环。啊。嗯。搓热。对。灵魂提取。酥酥麻麻。力度还可以吗？嗯。不凉，不凉。这个是，要不然可能会痒啊。对。先洗掉头皮表面的那个脏东西嘛，细菌、头皮菌，金针，金针花菇，
地部晚花，嗯，第一遍就是清洁，对，然后清洁晚花，嗯，就是头皮表面的菌细菌啊什么的把它洗掉，哎呀。세롬찍어서딕토세롬세번만发热可以用乌日，如果发热的人，头皮发热的人不能给用这个한번만처방해야돼요또그래서두피근사한거오예네또한번만스텔레스완화네스트레스에서해준거야네스트레스완화하고네몇小时我放头皮上比较很清爽吧嗯这部分还能够本身对头发也好嘛，好。嗯，头发这块。OK， 可以，那就。你真的是有点头发。我想买一个香铺，可以吗？可以吗？香铺하나사도될까요？那这样的手不用了，嗯，刮痧头部这样高浓缩，嗯，一滴、两滴、三滴，三滴其实应该足够了，四滴。打出来这个汤可以看一下。你看它这个泡沫，跟别的香铺那个不一样了。感觉也不一样。它是很细滑那种天然的香味，
别的香喷你直接挤出挤到手里打到手里就可以了。用多少会用挺多的吧。我们最简单的这个香扑哈姑阴阳开哈姑最笨的就出来那个头发就不一样。哦，这是可以抹到头皮上的。嗯，别的像您自家里用的阴阳开是不能抹到头皮吗？嗯，堵塞毛孔。咱们这个不是，给它营养，因为底透已经。那个去掉它的那个角质多余的老化的成分，嗯，然后这个呢是补充它那个营养上去，嗯，中间空的时间其实平时我都是给进。是有时间倒霉了呗。反正得先把电活起来呀，得有人。因为它这个天然的香，都要去，我只要是电力稳定下来，我都要去进修学习。我那个皮肤那个哈关的老师都过来电话，嗯，他那个开班了，嗯，一个月，嗯，就是针对皮肤科这种皮肤管理师，那个实际的那些操作也都包括身体护理啊、罗马什么的那些，嗯，就是他做得很好。其实我应该再去进修的。坐着还感觉不一样，防白发防脱发，然后它补充头皮的营养补水，像你不属于头皮干吗？嗯，你看你现在等一会儿还得给你测头皮呢哈。嗯，对，最后的环节还要测。哇，现在老干净了，清爽。哇，我昨天自己还做的呢。